大家好，我是李晨，在这里我要祝新浪微博八周岁生日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幂，祝新浪微博八周岁生日快乐。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我是罗志祥，祝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许魏洲，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盛凯，祝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哎，我觉得微博这东西真的是，它记载了我太多年的这种成长经历，我真的特别的，也不是说感谢微博，对微博有一种很深的情谊在。因为我现在会翻，其实我微博建立是2009年还是2008年，我高一还是高二就有微博了，那时候还用短信发，上大学才开始就是苹果手机可以直接发，那个时候哪知道什么叫艺人管理，什么是演员，什么该发不该发，什么都发，什么样的丑照也都发，也没有美图秀秀，我都没删。我现在回过头看，我说，哎呀，这时候这么搞笑，把微博当成那种流水账，它不像今天的微博，可能更多人，对对对，所以我会很怀念那个时候的感觉。但是还好在微博都帮我记载住了，包括那个时候我跟谁时常交流，我的朋友，我大学的日子，所以我觉得微博是真的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情谊在。对啊，我觉得微博这个social media真的特别好，把粉丝们都汇聚在一起，我也有这个平台能去跟粉丝交流，跟他们沟通，他们也能看到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嘛。一定要多有几个小号，希望我能看到微博的80周年。就是前两年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微博是觉得和国内就是会觉得最快知道所有的消息，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活动的话，就是最快是从微博上知道的消息。对，我以为微博已经更长了，在我心目中可能有10年了。这个8年呢，的确是改变了我们明星的或者是一些艺人的跟沟通的方式跟粉丝的距离，所以非常感谢有了微博。我觉得就算那个粉丝在远到我可永远没有想过去的地方，他都有可能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有可能回他一个这个 message。 所以我就觉得距离真的是拉近了，我能够知道他们对我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他希望我可以给他们的一些东西。那我在可以的情况底下，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他们喜欢的愿望。跟微博有关的小趣事啊，以前我不会关手机的那叫什么通知啊，就是有消息有任何东西，有新粉丝有留言有私信都会通知你，以前我不会关这个东西，所以手机就总没电。我记得就是从我完全不知道微博是什么东西到现在，我觉得微博绝对是我们在中国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吧。这个我自己也很开心，因为当你看到这个平台这么发达的时候，这么多人关注的时候，就是证明我们国家是多么强。就是你看的那个粉丝量，其实有很多就是外国的一些平台可能也追不上。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天。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志清，在这里祝贺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 ！Yo yo yo， 微博八周年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Peace！ 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我是张冰冰，祝贺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祝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大家好，我是沈伟霆。大家好，我是黄景瑜。祝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祝微博八周年生日快乐！